上去买这一支 V15， 你们那个懒得跟我讲说它是有一个颜色，它只是一个颜色。嗯。不是哦。没有红色跟蓝色。然后他说它只出蓝，蓝色。好，那第一点，第二点是，它原厂来就有那个保护膜，原厂来就会有的。然后你们还帮我装了一个。原厂的保护膜。但是我有打去那个维修中心问过，他说这样子会影响那个 fertilizer 触碰的，对，现在等于多余。先生用起来是是有。那哪一方面要不要帮你现场测试一下？现场测不测试是无所谓，对，因为一个保护膜你们也是收600嘛，啊，你们这样子。有了啊，又要人家装，又帮人家装，啊，这样是对吗？因为我不知道当初那个先生。啊，所以我就说我要找他啦。那他是不是有跟您说换那个玻璃的装？没有。你们不有录音吗？你们现场不有录音？嗯，找出来听啊。那要稍等一下。那还有，还有另外一点，那我一次讲完，我现在在录音。你这个都说是原厂的嘛？对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先把你给我的东西都先拿给你哈。因为我也有打去客服，他也有维修中心，然后他们有传他们原厂来的。原厂来的那个配备的照片，就原厂来的配备的照片，好，我现在先拆这个看。就是你们传给我的，看一下他的照片。如果对，就是他传给我的。那你觉得哪边不一样 ？OK， 第一个。第一个哈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畏畏缩缩的哈，但是他拍的照片都很奇怪。但是第一个，这个头，对，他是两个开口，他只有一个开口。什么叫做两个开口一个开口？来，我放大给你看。好。啊，不是一样两个开吗？这里。这你不能去。这个东西很难跟你说它的那个东西不一样，因为像这种。每一个线有可能都会不一样。所以我又跟你讲啊，我就有。我就做过很好，这是第一点。对，好，第二点，原厂来的。嗯。因为这个我有去问过客人了，嘿。原厂来的，他的 IMEI number。